吸引，渴望向你诉说感恩赞美的言语。我们向你举目观看，你将智慧、荣耀与全能铺张在你所造之物之上，就将你的恩典、慈爱与怜悯借着宝座上像是被杀过的羔羊投射在我们的生命与心灵的深处。是的，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从死地里拯救出来，并以永生之福来高抹我们，又在这永生的道路上以十字架的能力为我们束腰，叫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是的，恩主，我们赞美你，因为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虽经过流泪谷，但你却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恩主，我们每天以你的信实为衣，慈爱为粮，而当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的时候，我们便已如深渊与深渊的响应，向你唱奇妙救恩的诗歌。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心只能在那里蒙连续得安慰。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世界快速变化当中，但我们深知那最终的结局却仍在万有之主的手中掌管，而我们的主是在大水泛滥时坐着为王的主。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希伯来书10:23，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让我们来唱诗歌本7，你的信实广大。你所赐的
13:33这样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让我来唱诗歌们73首，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每一天所触摸的每一刻，我的超能力胜过试探，我依靠天父走向的公义，我不用在恐慌的观念，他的心赐我发射度，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不论有我心他慈爱鲜明，老途中他赐平安，每一天主自己与我相亲，每时刻赐下格外怜悯，我话语主愿安慰与担当，他的名是测试与全能，他保护他的儿女心，你要成全这事，你日子如何，你良言如何，这是他向我应许。约翰福音13:16:33所说，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说平安不在主以外，我们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真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让我们来唱3节。每当遭遇患难，求主搭救，全靠我主真诚的应许，我确信主的体贴与安慰，身心神迹应许不落空，恳求主患难困苦中拯救，因为与世连接有福祉，我一生年日天如飞儿去，只待经历虚伪。雅各书4:14，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深知道他掌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诗歌本213首，只因他活着。深知耶稣将升到世界，拯救世上罪人，为赎我罪，主定死时
雅各书一章一到四节，我们今天以齐声的方式，我们来朗读雅各书一章一到四节，请。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一进园内去，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赞美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接下来我们来唱诗歌本209首，他是神。
无故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荣耀神应是基督徒生活工作的原则和动力。我们若被为着神的荣耀所激发，就不但什么都肯做，而且做得更好。让我们来唱一遍，他是神，他是神，他是神，基督已从死里复活，他是神，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基督万膝当跪拜是神，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基督耶稣是神。接下来有愉悦于传道在我们当中释放讯息，愿你吸引我。